欧阳修的诗句，清风明月本无价，可惜只卖40000钱，指的是我国哪个园林？ A 颐和园， B 拙政园， C 大观园， D 沧浪亭。开始。正确答案是D 沧浪亭。来看一下各位答题的情况，六位选手全部答对，祝贺各位。60位当中正确的有54位，答错的有6位。但是这里面怎么讲到钱了呢？这感觉在这个诗词里面最，这是最早的买房经历啊，要提到一个人物叫苏舜钦啊，他和梅尧臣是公认的宋诗的鼻祖。他到苏州去做官，就到这个城南发现一块地方，这个地方原来是吴越的广陵王钱元辽的故园，但是哎已经荒废了。后来唐伯虎也是这样，也买了一个人家荒废的故园，就桃花坞嘛，然后他就给他取名叫沧浪，还专门写了一篇《沧浪亭记》，对吧？后来成为名园，所以这个欧阳修就写了这一句：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可惜只卖40000钱。”因为当时他只花了40000钱就把这个园子摆下来。再说一句啊，这后来还有事情呢，因为欧阳修写了这个只卖40000钱了，那后来到清朝的时候，那个苏州巡抚梁章钜到那儿，其实给沧浪亭提了一个特别好的联儿，上联是欧阳修的，下联就是苏舜钦的，叫做什么呢？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遥山皆有情。我觉得这个才应该送给我们这次绿水青山看中国。